但是郭富城呢，第三次拿了香港的这个最受欢迎。王力宏，王力宏也是一个偶像派歌手，也要往这影坛往实力派上转。俩人一拍即合，说咱哥俩搭吧，大舌头吃白肉，谁也别嫌谁了，是吧？咱一块儿演个戏，他俩就演一个戏叫《雷霆战警》，他俩演两个这个缉毒警。这戏里头呢，两个人基本上是平平淡淡的把这戏完成了，市场上波澜不惊，也没人说他们演技好哪儿去，也确实是这个戏很一般。所以这郭富城就琢磨说，我下边该怎么演。这2000年的事儿，到2002年2001年，郭富城就想，我呀，这个重头戏我还是拿不动，我这样吧，我要为市场认可，我发挥我强项，我强项啥？舞蹈、唱歌，拍了个电影叫。结果什么情况呢？那主题曲啊啥都获奖了。